这次让秦风跑了，没想到他身上还有一张破空针符。这些针符威力极强，应该是来自某个远古遗迹。不过，这次他身负重伤，下次再遇到，倒是不足为惧了。 那边好像发生了打斗，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吧。走啊！不好，有人来了。那个人好像是聂无极。你疯了吗？ 聂无极可是鬼仙派的少宗主，又是在这次血灵池洗礼中，仅有的三个达到了天级中期的顶尖天才。还真是他！你们看，大昭国三皇子曹恒也在这儿。谁有这么大能耐？整个五国，怕是只有大玄国秦风，还有凌天宗幽千雪，才能与他们一战。不管怎样，这种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掺和的。